这瓜拿进去吗？这个瓜拿进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因为这有个奶奶她住院了，然后今天从去医院看一下她，就是岳母的妈妈，岳母的妈妈，然后岳母呢也是在外面打工，今天也是回家了，然后咱们现在一起去看一下。健康码及行程码出示给医务人员后，再进入院区。近期气绝但是执行一元一赔付，服务人员必须佩戴。好像奶奶要动手术，所以呢，岳母啊也是从外面打工回来照顾她的。扫码，我这里已经有了。老奶奶，我老奶奶，我大伯他，你给那个妈妈了哎，到我看看不？那边你顶我的包包呢？喂，你顶我的那边老妹呢？在到搬家呢？啊，人太多了，于是不给在里面了，我们就先出来了。这边出口。